阿通，此球的脚反而是射进了，漂亮漂亮！这球来讲，就是我们就是希望陈瑞杰有这样一个破门的一个气势啊。对，刚看到其实民传这边的选手其实并没有说压迫他有太多的一个状况啊，没有跟得非常的紧的、啊。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刚刚陈瑞杰。